吃了。啊，那么带多一套啊！你看菜姐姐老板哦，每个人都有主菜姐。那什么颜色姐你学一下？你看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主菜老板，所以这里除了 guest 啊，墙壁是油烟机油大哥啊，录得好，我们来看多一次啊。你们以前这你们骂这种油漆大哥老板，你注意看啊，我们都是用这种 good morning 的布骂姐，你们用这种布不是不好姐老板，你们注意看姐，你们姐你越骂他越脏，越骂他越脏，这种 good morning 的布姐老板，你们又很难洗对吗大哥？然后我这个纤维布大哥，你看你们骂这种油漆大哥哦，你们不用工。不用技巧大哥，你看拍这里大哥，不然不明白啊，你马上骂中油漆它马上干净，油漆它全部都可以骂上来。不过姐老板记得，当我这个纤维不肮脏，你们开水龙头水洗就可以了。小弟我这里没有水龙头水，姐老板你看呢、啊、我把它倒在杯水，姐老板你们轻轻冲洗一下肮脏油漆，姐老板它全部都可以洗出来了。不过姐老板记得，当行行后面有，后面有，不要管了门，后面有个当太脏了，姐老板你看呢、啊、你们开水龙头水洗就可以了，这边带多一套啊。小弟我这里没有水龙头水，我把它放在一盘水，你们轻轻揉揉下姐，按脏油漆姐老板它全部都可以洗出来了。你这样挤给大干姐老板，你看啊，你挤给大干，你开车姐老板，我的纤维布姐老板，你看它好像这样新的一样哦姐哦。那姐哦，以后你们要买大哥，你们不要来我这边买，去哪里去油站买，那边我们是卖三片3.9块，而且呢为什么这么多人买，因为我们油袋，我们是卖里面15条卖10块，一条才6毛多钱哦。还有姐大哥你看啊，现在很多人你们都是用这种除尘纸拖把吗？对吗姐老板？你看啊，你们每用一次大哥，你看你的除尘要贴账哦，姐老板你看啊，你的钱就跟着贴哦，这个钱没不姐老板你注意看啊，你可以把它降这两层，记得姐要放了，你们不要粘，你可以把它放在上面来用姐老板哦。无论姐老板你看你们是湿的干的，我是什么秘境者都可以吗？你们家里天花板有蜘蛛网线灰尘的都可以吗？这样你就快爬上去骂了，不然掉下来很危险哦。当肮脏过你可以把它脱下来去洗，这样你不用再浪费钱去买除尘纸了。那姐老板你用布的，姐老板你要布一定要吸水强哦，吸水不强布你们是不好用的。你看啊，这个纤维布它吸水特别强，它有多强，它只有3秒钟，你注意看姐老板，他就可以把这里的水姐老板全部都可以吸上来。姐你看啊，他吸水是很快的，姐老板小弟没有动到他，1、2、3，他3秒钟看到没有姐老板，你看啊，他已经可以把水姐老板全部都可以吸上了。小弟什么颜色的水，像就像蓝色，他蓝色发短蓝给他，还这边带多一套啊，他吸上水他不会滴下来姐老板，所以证明姐老板他吸水是很强哦。而姐老板哦，以后你们要买大哥，你们不要回来我这边买了，你们去哪里买呢？去油站买，油站那边我们是卖3.9块，而且呢为什么这么多人买，这边带多一套啊，因为姐我们讲啊，我们是卖里面15条卖10块，一条才6毛多钱哦，还便宜过杂货店啊。所以大哥你要你们跟我讲，我们不是每次来卖钱只能拿一套吗？你的什么颜色？有3种颜色，有红色大